谁让你听他的？傻小子，吞吐绵延，气走人都，如百川入海，无踪无迹。听我的就对了，内其有形，灵如游蛇，不绝不断，来往自由。你松手，阿旭，别闹，整理这事。这下好了，你们两个总算把徒弟给逼死了，满意了吧？没事儿，齐了。这孩子天生经脉就比常人宽许多，难不成还是个奇才？没错，我早就发现了，程岭天生经脉宽顺，如同一条宽阔的河流，要蓄满水，自然要比清浅的小溪多花点时间。之所以武功进展得慢，并不是他不努力。师父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天下竟然有这样的奇人，脑子奇笨，筋骨却极好，那老天爷到底是想让你好呢，还是想让你不好啊？哎，根骨再好也已经拜我们家阿旭为师了，你别见别人是好苗子就打歪主意啊。哼，我还见过更好的呢。